首先气势要赢，九阴白骨爪使用出来吧！啊！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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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哦，原来是精神病哦哦。我还是输了，管你使出什么九阴白骨爪，还是输了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神灵，我们今天呢来玩恶搞系列，恶搞各式各样的运动啊，终于又来恶搞了，恶搞现实拥有的运动啊。你看这边有羽毛球拍，有篮球，还有剑术啊，甚至哑铃都有，我们进去恶搞看看吧，究竟要恶搞什么运动先呢？首先呢是我们的哦世足哦世界杯，来来准备踢球，踢踢，哎，被球下了，你怎么踢这么有气没力的？踢，按住，哎，踢用力一点啦，世界杯，哇哇，粉丝哥好在上面看了，你现在踢什么踢啊？啊，举哑铃哎，来举！耶！哎，哈哈哈！举哑铃，他后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等下他打风的地方有点奇怪，好好不要进。Yes！ 又在踢足球，来踢，又在被球下 ，What the hell？ What the hell？ 吸血鬼踢踢月亮。我就知道你是踢月亮的，踢踢，没有月亮就没有吸血鬼啊！这是那个什么运动啊？瑜伽吗？是表演在上面转那个叫什么了？忘记那个叫什么了。来表演一下来！哇塞，你连跳不上去，而且这个为什么这么高的啦？这什么东西？魔法是？你看跳羊也是蛮危险的动作啊，会不会踢开哦？直接开走了 ，OK。耶，有钱钱。这什么？他在这边有这个啊，铅球，还要用这个杠杆来起来，起来。OK， 一开始起不来是正常的，你要多训练几次，你就可以起来了。OK。你还是放弃表演好了啦，你表演什么鬼？这边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。快点跑，快点跑，有鬼啊！哇！哦，现在水上不去就跟我说，我帮你去租借一只狗。这什么鬼脚啊？踢足球，你是被人家踢啊？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下这边有一个东西耶，踢。啊，两只脚一样的，完美。哎，真是这样啊？哎，那真是干嘛的针？打针？啊，为什么打头啦？奇怪，医生帮我诊断一下啦。总之就是呢，他的一只脚啊被人家踢残了，变成不一样了。踢球太久就变这样，一边大一边小。接下来换另外一只脚踢，啊，两个一样。哦，奥运会点火，点火！不用赖打奥运会的那个火炬呢，你的火炬呢？哇塞！啊，这边有这个、啊。火柴也不行耶，可是你嘴巴可以喷火哎，你嘴巴可以喷火哎，不能啊哎，不行啊！这边有个笑脸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嘴巴喷火是干嘛的？打壁球哎，我当年也有打过，我有打过一年还是两年吧，还蛮好玩的，打壁球跟墙壁打球啊，边缘人的一个游戏呢，没有哈。来打一下壁球，来打轻一点啦！壁球呢，我们就是要站在这里这个格子里，然后打过去，那就反弹回来这里给另外一个人打，然后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，或者你两边跑来跑去也可以啊。那么你再继续打，对对对，再继续打，对对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白痴的打法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打头？为什么就没有反弹回来？我还记得我打壁球的时候啊。我以前打壁球，这边上面有一个那个抽风机啊，每次球都飞去外面，然后球就不见了。外面是森林，超冲。下一个是我们的钱钱哦，世界杯来，哦，这是那个嘞，这个不是在冰上打的吗？曲棍球，有在草地打曲棍球的吗？对啊，有在草地打曲棍球的吗？没有吧？错了喽！
啊，这样子便乱改标题是可以的吗？而且为什么不在冰上打的？你的鞋可以这样走的吗？OK OK， 靶场练习 OK OK。歪，你射歪，你这个歪歪人，笑什么笑啊？可以射这个人吗？三二一，射，还是一样啊？可以转过去射那个人吗？应该可以百发百中的吧？啊、哦，有有有，哦哦，你这样下，小心要拿枪转怪射你啊！来，再次踢足球来踢 ，Go！ 哦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What the hell？ 没有关电的，这边不能关电的哈、哦，没有人这样，没有人这样关电的啦，球门关什么电？这是啊，这是跳远记录来，这是世界纪录啊，这边 ，Go！ 烂。世界纪录拆下来，不能拆吗？诶，拆下来！跳，不行耶！提示，救救我吧！哦，按住这个人 ，OK。哇哦，飞针诶，放手。OK。哇！什么鬼东西啊！好厉害的跳远技术哦！这钱给我了，这个是瑜伽吧？跳舞瑜伽来。噔噔噔噔噔！哇 ！DJ is you！ 哇 ！Yo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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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！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啦？丢飞盘吗？丢！哎，你的飞盘怎么这么重？换一片 CD 啊！这个是 CD， 不能吗？我把你丢出去啊！我把你丢出去，去哪里了？哦，给你飞盘啊！丢飞盘！老师这边有作弊狗。接下来是你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？他要去参加踢足球吧，然后被保安挡住了，应该是的样子。因为他的球鞋是那个足球鞋，让我进去，我想踢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剪刀，剪刀，剪刀有什么用？啊，有有有，哦、啊，要门票才可以进去，所以我就把门票给，啊，红色，他犯规了，下场犯规了，下场，换我进去走。哇，只要你在足球场上面，规则就对你适用啊。射标靶 ，OK 射 ，OK 又在一个白痴，把这个拉近一点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果然是这样嘛。哦，狙击手就应该射近距离的东西，别人才不会发现。哎，什么鬼东西？哎，这干嘛？你要他背着背包，水涵盖。破洞破洞破洞！哎，那补这个干嘛的、啊？我不要补，我让你漏洞，你就不要拿背包。2 hours later， 啊，没死到，怎么都没发生嘞？好了，补起来，补起来，补起来。啊！好吧 ，OK， 接下来是这个哦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滑轮鞋吗？来哦，这边有瓶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相用的吗？这个瓶子？哇哦，技术一流呢 ！OK OK， 先喝多一点啦。你平时走路歪来歪去嘛，就好像别人喝醉的时候歪来歪去，那你喝醉的时候应该是直线的，对。所以你要喝多一点。他的脸也一歪来，就这样，来，世界冠军就是你了。哎，这边怎么又笑脸又笑你哦？踢球。哎呀，高兴踢的才好哦，就是好像我们工作一样，心情好，工作效率就会很好。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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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踢！哇！请问是闪电十一人吗？为什么跟雪人打啦？哦，你会死，雪人不会死呢。
剑术戳鼻子。哎，这是剑术呢，不是上坡呢，剑术呢。You know 剑术 ？What the hell？ 啊啊啊啊！太阳公公起来了，耶、yeah, ！不战而胜，卑鄙小人。啊，理发不是运动吧？穿着球鞋的人来理发，哈里叔哦哦，李叔特别造型是吧？来，请坐，来，我帮你剃一个帅一点的。为什么按了那个会跑去旁边的？为什么？提示，按他的头 ，OK， 放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理发的，不是我自己理的。来来来，李叔，你还这是大便吗？哇，很棒啊，大明星啊，大明星就要大便啊！你以后会很红的，这个有这个发型之后，你保证红。跆拳道是吧？我可是黑带高手，我的，我的，这不玩了，不玩了。首先气势要赢，九阴白骨爪使用出来吧！啊！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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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！哦，原来是精神病哦，哦。我还是输了，管你使出什么九阴白骨爪，还是输了。哎呀，这球来加球，加球，加球越大越好踢嘛，大颗一点，不要容易踢，不会踢歪。你看，那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停下来。好，这样可以了，来踢球吧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拔掉，可以踢了，可以踢了，可以踢了。哦，好了，给你完美的啦，来了这个。可以了吧？哦，爽了吧，小孩子？这什么东西？赛船吗？等下，为什么会有一个船这么伤心的？你在哭？哦、为什么？潜水？我以为是潜水艇，原来是漏水了。海豚、飞鱼、电锯啊，断掉了！啊，断掉了！啊，断掉了！不是我的错，那这些鱼有什么用吗？那换你先进。耶、yeah! ！那些鱼干嘛的？装饰吗？我还以为要用你的嘴巴来锯呢，结果没有吗？就这样。OK， 来玩滑板喽！滑板鞋 ，Go Go！ 是哪一个？谁要玩滑板啊？谁吗？哦、oh!。哇，你也转太多圈了吧，很强呢！哟，停！哎、欸，怎么？我想想看哦，矮一点！啊，哎！耶、yeah! ！在笑吗？在笑吗？在笑啊！哇、哎、哟！战斗头来了！最后一个，这是我们的跳高，我们的跳高选手，加油，零分跳高男！OK， 零分就零分吧，矮一点嘛，啊，不然就高一点，让他从下面过去。我已经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感觉可以互动哦，这一个，这什么东西？你要干嘛？完了，等下，哇，等下，你那个东西有点怪怪的，你看，放下啊，对准他的地方 ，Oh my god， 然后那个拉弦，你看。还有锯齿的哦，男人的痛啊！哦，再见了各位，呜耶！好可怜哦，跳高选手都这样训练的吗？下体好痛啊！